如果说时代峰峻是养成系男团的代表公司，那么斯巴传媒就是养成系女团的集中营。从此公司走出来的鞠婧祎、许佳琪、孙瑞脱颖而出，热度一直都在。子公司每年都有内部选拔，成为前三甲的人可以获得更优厚的资源。每个怀揣女团梦的女孩们都想在这里实现梦想。斯巴还设置票选机制，要是同一个成员能蝉联两届冠军，斯巴就会为他成立个人工作室，开展个人演艺业务，不需要和成百上千的姐妹们分割那一点点的资源。时隔多年过去，那些年的冠军都怎么样了？Hello，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第一届的冠军吴哲涵，他现在就像淡出了娱乐圈一样，毕竟娱圈更新速度这么快，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了，更何况女团呢？他最近的消息就是发布了自己的首支个人单曲 Don't Let Me Down。 他在歌曲中展示了自己毕业以来的思考，也同时表达了对未来发展的坚定态度。吴哲涵为此次单曲拍摄的视觉大片也登上了热搜。大片中的吴哲涵身着黑色露腰小西装，170加的身高尽显飒气，修长的身段和强大的气场也让网友纷纷夸赞时尚力 MAX。 吴哲涵也试水影视，先后参演了青春剧《贴身笑话》以及民国女特工电影《夜蝶》。在电影中，她饰演小蝴蝶的闺蜜沈清韵，天性活泼搞怪的她不仅收敛脾性，扮演了一名沉稳内敛的归国护士，更是挑战自我，出演一个善用飞刀的女特工，看上去御姐范十足。但是这两部剧均没溅起很大的水花，之后更是被后来者居上的其他姐妹反超，至今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。不知道之后这位小姐姐会不会带来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。第二届的冠军赵佳敏是在12年的时候通过选拔进入四八的，她是 SNH48 的一期生，因为长相清纯漂亮，14年 SNH48 第一届总选，年仅16岁的赵佳敏就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。15年第二届总选，17岁的赵佳敏就拿到了第一名，是当时团里人气最高的成员，因此公司资源也一直向她倾斜。她和张艺兴拍过广告，也参加过全员加速中。近日在于正的新剧《一纸记风月》中看到的她的身影，这是她出道后拍的第一部电视剧，也是首部女主剧。预告中她的造型还是蛮不错的，就是气质看起来比以前成熟了不少，没有以前那么有灵气了。也有人惋惜她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时期。之前鞠婧祎、赵佳敏挽手同框的话题突然在网络上疯传，当天的鞠婧祎手挽着身旁的赵佳敏，两人一起走进了电梯，看得出来她们也确实是姐妹情深，这关系也让人十分羡慕了。两人既是姐妹还是队友，赵佳敏没离开斯巴的时候，两人的合体舞台就很甜，时间证明了两人的友谊。第三届和第四届的冠军鞠婧祎，她可谓是斯巴的当家一姐，无论是资源还是名气，都相较于斯巴其他姐妹来说要好很多。在腊八晚会中，她身穿粉色公主裙登场，即使在直播镜头下也没有翻车。这次她的妆容虽然和以往没有太大差别，但却少了雾面磨皮感，看着清晰了不少，也算是一种小惊喜了。这次鞠婧祎也是和陈立农同台现场花海，上演最萌身高差。鞠婧祎甜甜的歌声配上漂亮的仙女裙正好合适，身材也保持在很好的状态，自然的直角肩让人好不羡慕。而且相比在电视剧里的表现，鞠婧祎在唱歌方面更让人惊喜。鞠婧祎是娱乐圈中一位有人气有流量的当红偶像，小花出道多年的她虽然总是因为长相被争议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如今的鞠婧祎有着别人没有的流量，有着让人羡慕的资源，确实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明星。随着人气的高涨，鞠婧祎的热度越来越强，关注度也越来越多，所以她也任职了大运河文化推广官，以自己身上的流量来宣传大运河文化，以这样一个身份来让自己更加具有知名度，本身也是一个双赢的结果。评价艺人事业心有无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其作品数量和质量。从量方面来看，鞠婧祎五年内从与关晓彤合作的《九州天空城》开始，已经有了12部作品了，而且有10部都是女主的戏份，这个工作量可不小啊。为了有个参照，小编就拿妥妥的影视剧小花杨子来说，同样从2016年开始算，他的作品数量也才13部。再从这来看，他的剧虽然算不上什么高质量高流量的热剧，但至少比一些低成本小网剧好太多。当初云溪传的热度就挺高的，后来还在湖南卫视上星播出了呢。鞠婧祎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，但是她的演技还算自然，虽然以前有被诟病的地方，但是很明显她在一点点变好，
另外，他合作的演员大多数都是当红的男星，比如宋威龙、于朦胧等。除了影视剧作品，鞠婧祎一直没忘了自己曾经是作为唱跳歌手出道。他之前与侯明昊一起合唱的《你的眼睛像星星很出圈》，就随便那么扭两下、动两下，都让整个舞台美了起来。唱功也是一如既往的好，他的音乐作品也很值得关注。虽然发专辑的频率不高，但是出道五年来也没间断过。像《恋爱告急》过去完成时都很好听。第五届和第六届的冠军李艺彤，作为女团出身的歌手，小编对于李艺彤近几年的印象居然停留在她参加喜剧类的综艺节目，没有打歌的舞台，也没有新专辑。记忆里关于她最深的片段就是指着第一名的王座，说着明年她一定会坐上去，然后再也不会换人。当时觉得这个小姑娘太狂妄了，而且第二名的成绩和第一名相比相差很多，她这样的发言真心人觉得太凡尔赛了。不过回头看来，努力了多年的李艺彤从默默无名到总排名第一名，她的确有资格发出这样的宣言。近期李艺彤在综艺《奋斗吧主播》《欢乐喜剧人》的表现让她被更多观众熟知，拥有超高的人气。李艺彤是可盐可甜的时尚女生，百变风格都可以轻松驾驭。在出席某品牌活动红毯，李艺彤以一身黑色蕾丝花边领长袖打底衫搭配收腰半身裙亮相，满满的时尚质感。李艺彤脱离 SNH48 之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他不仅唱歌，而且拍戏、上综艺节目、拍杂志写真、出席品牌活动，工作全面开化，也是相当努力了。他从爱豆转型为演员也算是成功的。自从2016年开始出演自己的处女作品《青春校园网剧贴身校花》后，近年来都一直有接拍电视剧作品。去年他参演了当代都市题材电视剧《理想的房子》的拍摄。她在剧中饰演一名女生，叫做宋小雨，也是李艺彤首次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担当女主角色，相信既是挑战，更是不错的机会和成长经历。不同的角色类型不仅展示了李艺彤更多的可能性，也给到了她不断成长的机会，在演技方面有不错的提升空间，为将来的演艺发展打下坚实基础。除了影视领域，她在综艺方面也有不错的发展，收获一大波综艺粉丝。比如在综艺《请吃饭的姐姐》，李艺彤以首席嘉宾加盟了该档综艺节目，她给姐姐们科普了年轻人群体中最流行的时尚爱好模式，以及各种各样的话题梗，轻松有趣，笑点十足。第七届的冠军孙瑞，前段时间的《超新星运动会》这部体育竞技节目聚集了武术当红的小生小花，更令小编在意的是此综艺第一次举办重剑比赛， SNH48 的孙瑞力压众多偶像脱颖而出，夺得了重剑冠军。孙瑞参加青春有你2之前一直是籍籍无名，在 SNH48 虽然因为大大咧咧的性格，妙语连珠的 MC 也有一定的粉丝，但只能算中游。但他一直不服输，有一种韧劲，有一种倔强，没想到出了塞纳河，参加青春有你2之后，凭借有趣的灵魂和幽默的话语，意外获得大众的关注和喜爱。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，他带着河外巨大的流量回归塞纳河，总决选两连霸，成立了个人工作室，出人头地，光芒璀璨，他也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孙瑞这次参加了超新星运动会的很多项目，射箭时他目光坚定，英姿飒爽，击剑时他眼神犀利，摄人心魄，这次夺得重剑冠军绝对是他实力的体现。近日艺人孙瑞发布了自己的回归单曲等等及 MV，以本我、自我、超我的独特概念引发热议，束套造型更展示出孙瑞的多面魅力。时隔近一年发布全新回归单曲，孙瑞再次呈现态度之作。与此前不同的是，这也是他正式从 SNH48 毕业单飞后的首个作品。纵观整个2021年，孙瑞的演艺事业一直是稳扎稳打。七月份他担纲主演的院线电影《燃野少年的天空》上映，让很多人认识了这个能把男演员扛在肩上的大力盼盼，以及后面综艺《全力以赴的我们》中的他动的一面，邻家诗画李静的一面，以及与红袖格丽子、时尚巴莎、城市画宝、Why Not Tighting 一系列的时尚合作，都让去年刚刚成立自己个人工作室的孙瑞不断破圈，走向大众事业，人气的不断攀升。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商务上的爆发。过去一年，孙瑞不仅合作了 SK2、瑞幸咖啡、施华蔻、潘婷等国民级品牌，还斩获了海飞丝品牌大使的头衔。未来将发力影视板块的孙瑞，还和新生代小花周也、张若楠等共同担当兰蔻品牌挚友。
足可见外界对他的高度认可及期待。可以说2021年可能是孙瑞演艺生涯中的高峰，但展望未来，这或许才刚刚是这位新生代艺人的起点。无论是影视还是时尚，孙瑞的事业版图才刚刚展露冰山一角，有理由相信步入2022年的他能够继续带来突破和惊喜。冠军之间的参差显而易见，大家更看好谁的发展呢？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